姐姐，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快乐体验。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百鸟齐鸣。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广州的长隆飞鸟乐园。首先认识一下我们可爱的同学们，这边的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很热情的同学，这边的同学打个招呼。大家好。啊，非常可爱的两对同学。那今天我们既然来到的是飞鸟乐园，首先我要问问大家，都知道什么鸟？鹦鹉、丹顶鹤、麻雀、燕子、天鹅、喜鹊、火烈鸟。那另一个难的问题来了啊，咱们长隆飞鸟乐园里共有多少种鸟？98。98。19。19。200。400。1500。1500，有超过1500的吗？1亿。好，我们的抢答到这里就结束了。究竟有多少种鸟呢？我们有请专业的人士来为我们公布，好不好？让我们请出我们的讲解员潘老师，欢迎潘老师。相信您也听到了啊，同学们已经给出了已经有点离谱的这个数字了哈。那么您来给我们一个正确答案，在咱们长隆飞鸟乐园里总共多少种鸟？现在给大家呢揭晓答案啊！长隆飞鸟乐园呢总共有120多种鸟类哦，120，加起来呢总共呢有8500多栖鸟类，而其中呢代表性呢有丹顶鹤、白鹤，还有黑颈鹤，啊，当然呢还少不了了我们的朱鹮。哦，您说的朱鹮、珠宝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国宝大熊猫的鸟？对的，啊，超级珍惜，所以说同学们，你们想不想赶紧去看看这些鸟？想不想？想。那同学们还等什么呀？我们这期的主题就是百鸟齐鸣，待会儿我们会和小鸟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这样我们就能更好的保护鸟类了，对不对？和鸟儿成为好朋友。同学们还等什么？赶快出发吧！出发。欣赏大自然。第一关，以小见大。我们经常说呀，这个三岁看老，对不对？哎呀，小的时候什么样呢？应该以后差不多就会是这个样子，这是一句俗语哈。人是这样，那么小鸟是不是这样呢？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小鸟宝宝的房间。那可能有电视机前同学问了，在宝宝的房间你们还这么大声音是不是？没关系，因为所有的小鸟宝宝呢都在我们的保温箱里。那在潘老师的带领下呢，待会儿我们会一一的参观一下，了解一下这些小小的鸟宝宝都是哪些鸟的宝宝呢。但是同学们一定要竖起耳朵认真听，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讲解，所有的操作都有可能是我们出的题目，明白了吗？明白了。待会儿啊，除了潘老师给我们讲解呢，我们还有一位陈老师来操作。大家不仅要听潘老师的讲，还要看陈老师的操作，他都做了些什么，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好吗？好。好，那潘老师您先带我们看哪一只小小的鸟呢？我们先从1号育婴箱开始，好不好？来。在这边的话，1号育婴箱有个灰灰白白的小宝宝哦，它身上的绒毛非常非常短，对不对？看起来呢像一个小玩偶啊，很可爱。但是给大家一个 tips 啊，可以看一下它的腿是不是很长？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边啊。在2号育婴箱呢，看到一个非常活跃啊，全身灰黑色的小宝宝，好像在对着我们在唱歌，是不是？啊，看到很活跃的哦，小鸟宝宝小时候呢都是比较好奇的啊，是不是很可爱啊？是。
好，小朋友们，我们看到这边育婴箱里面，这个同样也是毛茸茸的，但是五官跟猴子有点相似。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后脑勺，它的毛呢还没有完全长好啊？给大家一个提示呢，它小时候的样子有一定的欺骗性啊，跟长大了之后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在脱毛吗？为什么它的毛是浮在身体上的？一开始长的是一些小绒毛啊，刚刚呢你说的那个位置呢，它到时候长大之后啊，有一些长一点的羽毛会覆盖住的。那小宝宝一般多久吃一次东西啊？小宝宝多久吃一次啊？小朋友们现在想不想看一下？想。那我们现在就让我们的陈老师给我们喂食看一下好不好？哎呀，好好好。嗯，好，小朋友，来，先打开这个门，你看。您喂的是牛奶吗？是流质的食物。对，这个是奶粉。啊，小鸟也要喝奶哦。对，因为他们小时候要补充营养，所以要喝奶粉，哦、有点更。他已经馋得不行了。一样的，对，来来，我们慢慢慢慢。看到没有，小朋友？嗯。看到那牛奶流到他口下面没有？有没有看到它的声音很匀很均匀啊？嗯嗯，它在脱食。是所有的小鸟都要喝这种奶吗？它们不可以吃小虫子什么的吗？不同的鸟有不同的食物。哦、对，小的时候，对，就这种鸟它是喝这个奶粉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但不是全部都是喝奶粉的。长大之后有其他像饲料啊、红萝卜酱啊那些东西混合一起喂它的，小时候跟大了有点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平常是一天是四餐。这是多少毫升啊？这2.5毫升，不能喂太饱了。对，好，我们喂完了啊。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认真听，认真的注意每一个动作呢？问题已经来了哦，我的问题就是，请同学们告诉我，一号育婴箱、二号育婴箱、六号育婴箱分别是谁的宝宝呢？哎，是有参考答案的话啊，同学们要从这些参考答案当中选出来，然后摆在桌子上。现在开始，一号、二号和六号。啊，老师是不是给出提示啦？谁的腿比较长啊？是不是？现在两队同学告诉我，你们确认你们现在给出的答案吗？确认。非常的自信，确认。现在呢，哦，一号两队给的是一样的火烈鸟啊，二号给的也是一样的，是美洲红环，三号给的也是一样的，黄嘴环冠。好，都是一样的答案，但是一样并不代表都正确，对不对？我们还是得请潘老师来给我们揭晓。一号对吗？首先一号呢，大家很棒棒哦，都答对了，是火烈鸟宝宝哦。因为刚才潘老师给出了提示，他的腿比较长，火烈鸟大长腿，对不 对？那么二号他们给出的是美洲红环，这个是对的吗？也是正确的啊。对，太棒了。三号黄嘴环冠，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六号育婴箱里面还记不记得刚刚潘老师说的有一定的欺骗性啊？其实呢，在六号音箱里面呢是猫头鹰的一种猴面鹰。没想到猫头鹰宝宝竟然是长这个样子，和成年猫头鹰比起来变化这么大，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同学每队都只答对了两个，所以每队加上2分。不要紧，我们还有题目。你看，我们刚才看了一号、二号和六号，对不对？六号是猫头鹰，请大家在桌上所有的食材当中选择出小鸟宝宝对应的啊能够吃的食物。比如说火烈鸟吃什么呢？是吃小麦啊，还是吃奶粉啊，还是吃熟玉米啊，还是吃什么碳酸钙呀？看大家能不能选得正确，好不好？现在预备开始。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东西都是两份儿吧。奶粉它不是吃奶粉，是吗？哎，我提示一下，如果你们认为所有的食物里没有它吃的，也可以不放，明白吗？好，现在呢是火烈鸟他们确认了，然后美洲红环他们确认了，猫头鹰他们认为
猫头鹰吃的东西，不管是小时候吃的还是长大时候吃的，都不在这所有的这个范围里，是不是？嗯，我们请潘老师来公布答案。火烈鸟呢，这边放的是奶粉，这边放的是碳酸钙。对，奶粉对还是碳酸钙对啊？这边的话呢，是男主的小朋友啊，回答正确咯。就是小的时候是吃奶粉的，这个没问题。好，那么碳酸钙是谁小时候吃的呢？碳酸钙呢，其实是等要等他们稍微大一点点的，帮他们补钙用的。哦，是帮谁补钙呢？可以帮火烈鸟补吗？大部分的鸟类都可以。所以说，他们给碳酸钙是不是也应该算对？那好吧，那我有点偏心了。第一题算打和好不好？都对。那第二个，美洲红环这边给出的是胡萝卜汁吗？对，是胡萝卜汁。这边呢是鱼浆。这边是鱼浆，那么是谁回答正确呢？还是这边正确啊，蓝队。美洲红环是吃鱼浆。对。他们不吃胡萝卜汁吗？不吃啦，就是一点儿都不吃嘛，就那种比如说，哎呦，吃一下零食吧，我吃点胡萝卜汁，不吃吗？不喜欢的哦。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们了，人家真是一口不吃，那算了，这边得分好不好？两分了啊。那猫头鹰他们认为，这里面的东西没有猫头鹰吃的，不管是小时候还是长大，这个对吗？对，这边很正确啊。你们太厉害了，那猫头鹰吃什么呢？猫头鹰，小朋友们觉得吃什么？耗子。对啦，很聪明啊，小朋友们。耗子就是老鼠。那猫头鹰就一点都不吃稻谷吗？熟玉米吗？窝头吗？一口都不吃吗？很遗憾，的确不吃。那蔬菜也不吃吗？不吃。那恭喜两位同学，这个题又答对了。第一关是我们蓝队同学获胜，恭喜。在第一关的比赛中，蓝队的同学们为鸟宝宝们选对了更多的食物，成功赢得一枚勋章，恭喜蓝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二关，奔跑吧儿苗。那第一关呢，蓝队同学比较出色哈，旗开得胜啊，赢得了一分。第二关既然我们叫奔跑吧儿苗，那么主角肯定是儿苗哦。我先考一下同学们啊，儿苗，关于儿苗你们知道多少？腿长。第二个问题，儿苗和鸵鸟是不是一种动物？是。异口同声跟我说是，他们回答的对不对呢？我们还是要请出专业人士，让我们掌声欢迎动物保育员吴老师，欢迎。你好。来，吴老师，请站到同学们中间。我觉得刚才问的问题您可能都听到了啊，同学们认为儿苗和鸵鸟是一种动物，我觉得在我这儿就过不去。对，他们是同一种动物的，儿苗呢它是澳洲鸵鸟。哦，就是说儿苗是鸵鸟的一种。对，所以可以说它们是同一种动物。对，鸵鸟呢它是第一大的，然后儿苗是第二大的鸟类，就是不会飞的。鸵鸟是不会飞的鸟类当中世界上第一大的。对，儿苗呢就是第二大的。是第二大的哦。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这关的比赛呢就是和儿苗赛跑，每队派出两名同学来和儿苗赛跑，看看儿苗赢还是同学们赢。预备开始。小朋友，儿苗好像知道有人在跟他比，一直回头看小朋友。机长接力，机长接力，儿苗在等他们。儿苗好善良。他还知不知道？到我这边。儿苗迷路了。好，停表了。我们的小朋友到达了终点，儿苗不知去向，直接回家了。这一局小朋友胜。好，做好准备。儿苗已经到达了起点，预备开始。哇，没有跑过儿苗哦。哎，儿苗又让着我们的小朋友，又去那边溜达了。好，我们的小男孩也已经到达了终点，这个队的时间是28秒。第二关呢，奔跑吧儿苗，现在我要公布一下黄队的用时是30秒，后跑的呢是蓝队，你们当时我就公布了用时是29秒的时间，所以第二关是谁赢了？我。
蓝队以更快的速度再次赢得一枚勋章，恭喜蓝队。第三关呢，我们的名字叫热情的火烈鸟，喜欢火烈鸟的同学请举手。基本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火烈鸟，我本人也特别喜欢火烈鸟，但是主要是被它漂亮的颜色所吸引。那今天呢，火烈鸟作为第三关的主角，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火烈鸟。有请我们专业的动物保育员张老师，有请张老师。好，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你们好，小朋友们，你们好。火烈鸟到底有多少种呢？火烈鸟的话，全世界它是有六种火烈鸟的。哦、oh. ，对，它是有大火烈鸟、古巴火烈鸟、秘鲁火烈鸟、小火烈鸟、智利火烈鸟、安第斯火烈鸟。哦，这六种，那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特别特别红的那种是什么呀？那种是古巴火烈鸟。哦，古巴火烈鸟。那火烈鸟为什么那么红呢？红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在野外的话喜欢吃藻类、鱼虾蟹，像贝壳之类的他们都喜欢吃，然后藻类鱼虾蟹里面含有一种虾青素，所以他们才会慢慢的变红的。哦，是因为他们食物里含有的虾青素使他们的啊这个毛发就变成红色了。哦，真的长知识啊。小朋友有没有关于火烈鸟的问题想问张老师的？有没有？火烈鸟它每次一天吃几次饭，然后每次吃多少啊？这个问题啊，我们每天的话，我们喂养它的话就是喂养两次，然后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只数，然后我们就会按分量，就是给它一定的配比来喂养它们的。哦，哎，这边同学有问题，来。火烈鸟都是红色的吗？哎，火烈鸟都是红色的吗？不是的哟，它们有些是粉白粉白的，然后你看起来它就像是白色的，其实它在它的尾部还有翅膀它是红色的，然后还有一些颜色特别鲜艳，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颜色特别的鲜艳、特别的好看的，在电视上啊或者看一些图片呀，就是我们常看到的。所以说火烈鸟不全是红色的，有粉白的，有那种艳红艳红的。对啊。小朋友问了我这么多问题呢，我也有问题想要考考小朋友呢。张老师要问问题了啊，做好准备。您要问什么呢？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火烈鸟的爸爸妈妈是怎样喂食的呢？哎，有小朋友知道吗？都举手了。火烈鸟会嘴对嘴的喂给他的孩子。哦，是嘴对嘴的喂。有谁有不同答案吗？没有。哎，他们这答案对吗？是的，就是嘴对嘴的喂食。那小朋友，你知道它喂的是什么吗？它自己体内嗉囊里面分泌的一种乳汁，但是是红色的，然后喂给他们的小宝宝。哦，从这个嗉囊里分泌的一种红色的类似奶的液体。对，是的，是的。哦，明白了吗，同学们？明白了。张老师，既然啊我们谈到了火烈鸟的食物，那么这一关的啊问题也就来了。我们呢给同学一些食材，然后呢让同学们给我们的火烈鸟做晚饭，最后谁的晚饭做得好由我们张老师来评判，哪一组做得好哪一组就有机会亲自去喂火烈鸟吃晚饭。那张老师这样啊，做晚饭之前您先给我们讲讲大概的这个食材配比是怎样的，好不好？让同学们先听一听，给他们提供一些思路。这个的话是我们已经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已经配好的，里面是有虾皮饲料，然后还有奶粉的。哦，只要就是给它覆盖，然后我们待会儿如果说要去喂的话，是一些还没有成年的火烈鸟，饲料和奶粉也要给它补充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的。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呢是鱼虾肉，然后火烈鸟它是在野外也是喜欢吃鱼虾肉的。等一下，这个红红的呢是胡萝卜，因为胡萝卜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的，所以我们也会给就是火烈鸟补充一些维生素的。哦，等于说待会儿同学们呢可以把这三种食物给它哈配在一起混合，那至于什么比例呢，咱先不透露给他们，好不好？让同学们自己来分析一下，根据自己聪明的大脑，脑洞大开一下。那配好了之后，张老师来判定哪一个更接近我们这个动物保育员配的这个水平，哪一对就可以去喂火烈鸟，好不好？好。想到能亲手为火烈鸟调制饵料，同学们都干劲十足。不过同学们，你们可要
注意比例哦。你能不能说什么说小孩子？没关系，没关系，小孩子。你们注意比例啊，不能太稀，也不能太稠。要不再有的学生，对，要不要吗？这样行。好啦，同学们，时间差不多了，要停手了。来，张老师，我们来评判一下。哦，来，我们两队同学调的是什么呀？这边呢，是一碗大米饭。这边呢是一碗大米粥。好，来，张老师由您来评判吧，看看他们哪一对更接近我们的真实比例。这边稀一点可能。哎，对，大家再看看这边。其实我们的同学呢都做得很好的，然后这边的话会做得相对更好一些，因为火烈鸟它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它的嘴就像一个超级的过滤器，然后它会把多余的水分和一些不能使用的杂质就给排出来了。然后这边呢，它不那么干也不稀，就是刚好适合的。哦，所以说这边是浓稠度，哎，是比较接近我们真实的比例的，所以这边同学配得更好一些。也就是说我们黄队的同学呢赢得了啊喂食火烈鸟的机会，但是张老师刚才跟我说了，同学们这个配的呀只是接近而已，并不是真正能够给火烈鸟吃的食物，所以我们给火烈鸟喂食的时候呢还是会由张老师为我们提供食物。那么先庆祝一下胜利吧，好不好？第三关就是我们的黄队获胜。那么黄队同学可以去喂火烈鸟了，咱们跟着张老师走。走，来，黄队的同学走。在第三关的比赛中，黄队的同学们为火烈鸟调制了更为成功的饵料，成功追回一分，恭喜黄队。亲爱的电视机前的同学们，马上要进行是今天第四关，那就是嗑瓜子的鹦鹉。我不知道同学们怎么样，我是特别的喜欢鹦鹉，看我今天一直把它带在身上，终于盼到了要和鹦鹉小朋友面对面的时刻了。关于鹦鹉，谁能说出来有用的知识点？你来说。鹦鹉可以学人类说话。哎，有一个词叫鹦鹉学舌哈，鹦鹉可以学人说话。鹦鹉的羽毛十分绚丽多彩。哦，没错，你看鹦鹉的羽毛十分绚丽多彩。那么同学们这么喜欢鹦鹉，我也这么喜欢鹦鹉，咱们就赶快把鹦鹉的动物保育员请出来给大家讲一讲，带鹦鹉跟大家见见面，好不好？好，有请动物保育员吕老师，欢迎你。请到小朋友中间来。老师，我先问您一下，您的这只鹦鹉和我的这只鹦鹉是一个品种吗？不是的，因为我手上这只呢是360多种鹦鹉里面的红绿金刚鹦鹉，然后您身上的那一种呢是五彩金刚鹦鹉。那红绿金刚鹦鹉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的特点呢会比那个五彩金刚鹦鹉体型会大一点，然后它身上有两种比较多的颜色，就是红色以及绿色。对，那世界上有多少种鹦鹉呢？360多种。360多种鹦鹉。为什么它上面的嘴巴是长？鹦鹉说：“哼，居然问我上面嘴巴的事情。”来，由吕老师来回答。其实它上面就长得像一个小弯钩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它下面呢，就像一种刀片一样。这个呢是也可以帮助他们吃那些比较坚硬的尖点，有帮助的。他们下面的那种鸟喙呢，就像刀片一样，就很容易的把那些坚硬的坚果给咬开的，就也上喙呢就可以帮助它顶那个坚硬的坚果。哦，对，明白了。那么一说它吃的东西，我想起来了，比如说这只金刚鹦鹉，它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呢？一些坚果类啊，最爱吃的就是一些瓜子以及那些核桃，这些都会比较喜欢吃的。看来这只金刚鹦鹉还真的能嗑瓜子儿。对，因为啊，在导演告诉我这关名字的时候，我有点诧异，鹦鹉嗑瓜子儿，
看来对于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了，对不对？没错。那我问问同学们，会嗑瓜子吗？会。哦，有会的，有不会的。那这样，咱们接下来就和咱们这只漂亮的金刚鹦鹉，红绿金刚鹦鹉一起来比比嗑瓜子，好不好？好。那这样吧，我们规定一个时间，规定一个数量，让我们的红绿金刚鹦鹉先展示它的技艺，然后看看同学们是比它用时长还是比它用时短，好不好？好。好，现在我们的红绿金刚鹦鹉这名选手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呢分成了三份等量的瓜子啊，待会儿看谁用时最短。首先上场的就是我们的红绿金刚鹦鹉，它已经按耐不住了，来计时开始。哇，好快呀！哦，我看到了它的舌头。对，它舌头可以帮助它探测比较冷热的一些肉。哦，它已经嗑了半盘了。哎，怪。现在他这一盘啊马上就刻完了，他用时仅仅是1分18秒。看来鹦鹉还真是名不虚传啊，刻起瓜子来又快又好，不一会儿就完成了目标。同学们，接下来就要看你们的喽。特别的认真，有一粒浪费的都不行。好，停，1分43秒的时间，这一盘瓜子儿我们的红绿金刚鹦鹉这位选手全都给他吃光了啊！为红绿金刚鹦鹉鼓掌。好啊，请问这位同学，您对1分43秒的成绩还满意吗？满意。好的。哎，满意的话应该是两个字儿，他一个字应该是不啊。为什么不满意呢？拒绝回答。他的最高记录啊，1分钟或者是2分钟能够吃多少瓜子？他最高的记录的话，1分半的话就会有120克。那看来今天这真的不是最高记录，确实是不太满意。那也就是说，他拿出了自己哎呀最平常的水平来跟同学比试啊。一边派出两名同学可以一起刻，好不好？黄队的两名同学已经做好了准备，计时开始。小朋友在哪儿嗑？哎，瓜子皮一定要放好啊！哎呀，看着名牌都嗑掉。瓜子皮一定要好好的收纳啊！哎呀，鹦鹉用最平常的水平，是不是1分43秒啊？只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次发挥。现在已经快1分钟了，他们俩连一半都没嗑完。我们同学特别懂事儿，因为之前呢，我跟小朋友们说过，在有小动物的地方不可以大声喊叫。你看，他们都加油加的都加油，用自己的内力在为队友加油。反正黄队的同学，现在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啊，不要，就是赢没赢那一队咱不知道，但是肯定是败给鹦鹉了。现在已经超过鹦鹉的时间了，快点，就看你们谁败给鹦鹉败给的多了啊。好，停表，非常的完整，2分钟的时间，两个同学同时刻掉了一盘儿啊！这两位是你的手下败将，他们要向你致敬，你做好准备。师傅你好。好，我们红绿金刚鹦鹉莫名其妙收了两个小徒弟啊！好，你们败给鹦鹉了，但是并不代表你们就会失败，因为他们有可能败得更惨，对不对？好，来，做好准备。计时开始。哎呀妈，哎呀妈，把这皮儿放这儿啊！你这汗去，特别懂礼貌的一群孩子，全用内力在加油。不要！哎呦，为什么蓝队派出了一名完全不会嗑瓜子的女同学出来呢？不可以乱扔啊，瓜子皮一定要放在盘里。别看这两名同学啊都不会嗑瓜子儿，但是人家的速度还真不慢。您别塞着牙，那个女同学，你看，要瓜子，要
子漂亮的羊。红绿金刚鹦鹉在给你们加油。说什么？好。那个红绿金刚鹦鹉跟我说了你们的四个字，笨手笨脚。哎呀，不要看鹦鹉们嗑起瓜子来轻松写意，可同学们嗑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真是越着急越出错啊！他们已经胜利在望了啊！我们的要求是呢，把所有的瓜子皮儿一定要完完整整的在另一个盘子里，保持现场的干净整洁啊！因为我们要爱护环境。好，胜利在望了啊！他们的成绩是1分48秒，所以虽然他们败给了鹦鹉，但是赢得了他们，所以恭喜第四关嗑瓜子的鹦鹉是蓝队获胜。哇，蓝队的两名同学手嘴并用，速度非常快，完成目标只比鹦鹉慢了5秒钟，再次获得了一枚勋章，也以3-1的总比分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恭喜蓝队。经过了整整一天呐，我们终于完成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在长隆飞鸟乐园里啊，见到了各种各样可爱又漂亮而且非常有个性的鸟。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见到了不同生长时期的鸟，对不对？对。咱们来回忆一下今天都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儿。你先说。我见到了可爱的鸟宝宝。哦，对，我们见到了那么小的鸟宝宝，对不对？我们跟儿苗赛跑。对，我们跟运动健将儿苗进行了赛跑。我看到了鸟宝宝它怎么吃饭的，所以同学们特别的开心。那么今天我们完成了任务，认识了很多鸟类，又学到了很多知识，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通过这次经历，我认识了许多鸟，也知道我们要团结互助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没错，知道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我知道了，做事情不能慌张也不能马虎，要细心。我懂得了，不能只顾自己，要大家伙一起。哎，说得真好，我们是一个整体。来，我知道了，给鸟宝宝喂食的时候不能太心急，而且每次要少量。哎呦，这是一个非常细微的知识点，同学很细心啊，给你点个赞。来，接下来，我知道鸟宝宝吃东西不能吃太干，也不能吃太咸。哦，对，这个是针对火烈鸟而言的，对不对？我知道了，做一件事情必须团队合体，不能自己顾自己。看来同学们都有很多的收获。那因为今天呢，我们蓝队的同学是赢了3次，对不对？对，所以获得了今天的胜利，恭喜你们。也为所有的同学准备了礼物，来，现在开始发礼物，拿出什么呢？哎，是我们的鹦鹉，来，每个同学一个。其实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是想告诉所有的同学们，鸟类是我们地球整个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员，我们要保护好鸟类，才能保护好整个生态系统。那所有的同学们，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快乐体验的全部内容啦，下期节目再见喽，再见。